我是 Agent E， 歡迎大家參與號召未來英雄，加入復仇者聯盟。史達科技展好希望可以在香港成功招募一班新世代的英雄成員。大家都知道這個世界需要更加多的英雄，我曾經在前線和復仇者聯盟一起並肩作戰，我看得出在你們這麼多位絕對有人有能力可以加入他們。我知道你們是專程來到這裡來支持你們最喜歡的復仇者聯盟，各位英雄和未來的英雄已經響應號召來到這裡了，不如我們現在一起看看現場特工的直播先。收到啊 Agent Martin， 你那邊有什麼新消息嗎？冇錯啊！個號召未來英雄加入復仇者聯盟，好順利咁進行。呢個就係一個前所未見嘅英雄盛會，好似你見到咁啦，大家都非常之興奮啦，係咪啊？前面我哋會見到有復仇者聯盟司令號 ATP 裏面再現嘅銀仔俠同埋黃蜂女 Amber 咧，呢日嘅可以帶咗你英雄快速來回任務嘅地點。跟住我哋會見到後面有一班超級英雄 ，Appearance on the first adventure， Captain America， 美國隊長。呢邊會見到有 Captain Marvel， 魔女隊長。喂 ，Widow， 黑寡婦。我有 DJ 啊 ，Spider-Man。距離同班英雄傾下偈啦，當然可以啦 ，Agent E 啊，冇錯，咁我咧就問下班英雄，究竟我哋今日咧想接觸一啲點樣嘅英雄成員好唔好啊 ？Hey Dan， great to see you here. So what kind of heroes looking for here? Someone ready to show us what they can do. Ready, alright. Thank you, Dan. 好啦，接住我哋會見到 Captain Marvel. Hey Carol， what kind of heroes looking for you?New Avengers! An awesome dance move! Awesome dance move, but how? Can you show us? Wow! Alright, back to you, Agent Lee! 唔該曬你 Agent Martin， 大家都睇到啦，要成為英雄，一定要有神奇嘅力量、超能嘅體魄，又或者係卓越嘅武姿。而係當你哋擁有強大嘅心靈，願意成為忠誠嘅朋友，有團隊精神，仲有逆境自強嘅意志，呢一啲特質通通都可以令到我哋成為生活當中嘅英雄。我見到咧，復仇者聯盟後面有一班未來嘅英雄成員，我哋可唔可以帶個鏡頭過去睇清楚佢哋咧？冇錯啊 ，Agent Lee， 一班未來嘅英雄都已經嚟咗呢度啦，我哋同佢哋揮下手好唔好啊 ？Hello， 你好啊！真係未來英雄啊，佢哋每一個人身上都有住非常獨特嘅能量啊！我諗咧，大家都好好奇，究竟係啲乜嘢令到我哋嘅超級英雄咁強大嘅咧 ？Agent Lee， 就咁問下咧，我哋嘅英雄有啲咩令到我哋咁強大啦？What's my heart, my instinct? What about what we're going on here?
咁樣一齊歡迎佢哋，準備 ，Avengers！Assemble! One more time! Avengers! Assemble! Well done, everyone! 做得好好啊！復仇者聯盟已經嚟到，我哋當然要記錄得呢一個時刻，話俾所有人知，我哋而家招募緊未來嘅英雄成員。而家我哋會喺台上同大家一齊影相留念。So get ready to strike your first hero! Go!但除了幫朋友之外，仲要他人，會唔會好難要好大隻先做到嘅咧？無論你係大定細，你都可以係一個英雄。得唔得啊？當然要樂於助人，互相幫助，冇錯啊！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呢句真係至理名言啊！好多謝咁多位英雄嘅分享啊，令到我哋都明白到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生活當中嘅英雄。而家一位非常特別嘅復仇者已經嚟到史納科技展，我哋一齊歡迎獨一無二嘅鐵甲奇俠Iron Man！就為呢個前所未見的英雄盛會，一起拍張照片。
記錄低大家成為咗英雄嘅呢一日。Thank you.